主料，面粉3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花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面团提前和好，葱去皮切薄片。准备好，把面团擀成一个大饼，先均匀抹油，再撒盐，撒花椒粉，一定要均匀，最后撒葱花，卷起大饼，分成三等分，拧着按扁，这样做好的饼更有层次感。擀开不要太高兴，一会热锅放饼，烙至两面金黄，把饼切开上桌。烹饪技巧，烙饼的面团要和得软一点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